家长期的用心用爱的付出，不都是为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守护生命、守护爱的磐石已经呢奠定了在新店区。但愿我们全球的慈济人啊，在这样的慈济日，而且呢也是我们的浴佛节，我们应该要用佛心，还要用菩萨的志愿，我们要为普天下的苍生守护生命、守护爱。Yeah.